好的，欢迎回来，感受一下来自欧美铁头桑的魅力啊！这老桑的话是在街霸五的末期退出了游戏，然后街霸六他又回归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猜得特别准，而且打起来路子特别野啊！好了，回到今天的对局了，这对手上来，直接先给你喝满四口无所谓啊！看一下直跳，哦，这个杰米的基本功不错，反应很优秀 ，TC 打完以后直接进了墙角，再一个投掷。铁头桑还在隐忍，哇，一个前跳来了，旋风刀倒地，再一个头锤过去取消了个头锤，一插，再一个旋风掌，再一个头锤，怎么全中啊，朋友，你动一下要抓了，没有，还是一个头锤，完了，猜得太准，头锤往后一拉，哎，这里升龙忍不住了，吃了一万个头锤以后当场去世了，上来很酷炫，打了很多的连段，做了很多的推板哈，一看铁头桑只掉了三分之一的血，找了一个机会往前一跳，这个局势瞬间回来了。这里上来还是给对手先喝满啊！对手还顺便拍了个照，吃了个升龙，呵呵呵，冲的越猛，死的越快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哦，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他又要在里面坐牢坐到死了，对吧？杰米的打老桑的话其实还可以，哇、哦，这个前重脚直接被中拳截停，然后复合一手 SAR。旋风掌往前压，哎，往后骗一下对手的升龙，往后拉一步还能投，投完以后前中脚过去，哎，这一下被对手抓到了，没有选择打 C， 对空，哎，这个基本功还可以，哇 ，OD 的旋风掌持续的时间足够的长，好家伙，你这空中做变相，你骗老桑，你骗谁呢？有什么好骗的？真的是。好，现在来到了第二位艾隆马斯克啊，应该不是本人吧？哦，进攻就点完以后等了一会儿再接了个跑的。也都不衔接起来，还要接跑的，怎么要跑？这里是觉得对手有可能会出什么短剑什么的，想搞一手霸体是吧？啊，这起身还是跑渣，好家伙，跑渣渣到死是吧？啊，主打一个头铁，这里对手中拳两发以后，直接凹了一个指令头啊，好快！对手一个起跳啊，这都是有伏笔的，他每次绿冲过去以后接个跑渣，跑个三四次。那你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有一种习惯叫做是我给你养成的啊，然后等你起跳的那一下，一发 SAE 直接带走，这应该是全游戏当中最高伤害的 SAE 啊，单发裸抓的话应该是全游戏最高，没有之一。再往前拉啊，这雀反有点早了，就多等一下，蹲一会儿，然后找个机会雀反就行了。这三角斗完再跑，一个头锤过去，对手忍不住一巴掌排开了，轻脚跑起来就直接一插带走，好快，海压。有请下一位啊，朱莉，铁头桑的这个老桑看起来还是很爽啊，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也路子野，大家一起野到一块了。因为欧美这边本来就是打的会比较畅快，不会在那边搞什么例回的，没有的，这冲过去就是干。这边还想来，哇，雀反失误了，对不起，失误了以后就请你升个天。我这上来已经一整管血没了，前中脚骗，哎，使唤驾招吃皮啊。我话说回来啊，铁头桑他不是说这个胜率特别高啊，因为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。大不了输了我就下一把嘛，因为现在街霸六的这个排位，只要你打得够多就行了，你可以快一恩仇无所谓的，40%的胜率都能上分啊，所以一定要把对决的节奏拉快，你上分的速度才够快。来，前脚命中了，再一个旋风掌，生死一折啊，直接爆，对手不敢动，犹豫就会败笔，前中脚过去卡刀针，好，这边直接带上 SA2， 还死不了。跳重拳下来有修正，再跳轻脚，再头锤，好，对手凹了，这边哎呀，前拳以后起身就直接抓啊，真的就是闭着眼睛打哈、啊，多看一眼屏幕算他输好吧？好了，现在到了古烈，古烈打老桑，老桑应该挺难打的，对不对啊？其实这一代还好，我觉得老桑打古烈还行，我自己玩下来感觉比麦农要容易一点，因为老桑这边其实真的你说要放倒一次古烈的话，古烈这边防守压力会比防那个麦农要大很多。麦农要做很多前戏的，但老桑不需要，老桑这边直接跑过来抓一发啊！这边再一个投掷，老古烈这边很爽，嗯啊，跳出来了，这里又被防住，直接雀反的指令头，半管血先交出来，哎、没有啊，伤害还没到这个程度，再抓，中了，要跑踩，跑踩轻掉一点，哎，动。啊，重拳摁啊，摁到有点怕了，直接抓，因为他手上没有斗气啊，所以他也干不了别的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老桑那边重拳一直摁啊，摁到你不敢动为止。以后呢，就他对于对手的一个什么时候不敢动这件事情判断的特别的准。青鸟打收招，放倒，这边不交绿冲了，因为手上气不多啊，至少要四格气的话，交个绿冲还有的后续的责任。抓到了，
啊，漂亮！这一下选择了 SAR 穿波，还穿骨裂的波，有实力。再一下，哇！是什么杂技啊？我靠！假动作是吧？就给你一种，哎，我好像失误了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是有套路在里面的哈、啊，在心理上去玩弄对手啊，真正的心理学大师。好了，有请下一位嘉宾。哎，拼到一个香沙还行，挺赚的。老方只要拼到香沙，一定是赚的，血比别人多，对吧？加动料直接过来了，刮沙姐先要刮一波，刮完以后，哎，投到一个架招血赚，赚完以后重拳又被架，哦，拼到香沙，哎，重拳挥出去，哇！这都行，传说中的废招都能打到人了。这里加米到了一个墙角位了 ，OD 的旋风掌对空吹过去以后 ，OA 骗对手直跳，然后前跳的一个空抓，下一则生死一则应该是要保持。哇！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这个空对空，说真的有点手法的，他没点手法搞不了这个。但是加米其实他本身也有问题，我觉得。就不要尽量不要乱直跳，打老桑的话，老桑一旦发现你有直跳的倾向，就开始了要跳起来抓了。来前中脚过去插一下，封一下对手动作，轻脚打到一个插盒，头锤，哎，没投中，坏了。但是刮痧姐要想追这个血量会有点费劲，看一下能不能追得回来，很难了。哎 ，OD 的空间再压，可以，再一个投泽。再一个投资吗？不，怕了，哎呦，怕了呀！这边带个 SA 二，然后再抓，再走，好。老桑这个手上有 CA 的时候，确实挺吓人的，你不敢一直压他的，这就是老桑的真谛，知道吧 ？CA 留着不放啊，就吓唬你啊，逼着你跳啊，后退啊。有请下一位苏哥，不是金百利啊，这角色面对老桑。感觉压力挺大的，要倒地的话来了，上来 OD 旋风狼对空，对吧？没有无敌制，攻击点完一发以后，想再往前走，对不起，马上一个插盒打回来。先铁头这边把自己的气烧完，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，只要有板片就行了。啊，一个蹦完以后，哇、哦，一直就直接抓。啊，对手还想往前走是吧？再绿、哦，直接旋风大作截停对手绿冲，就问你还有谁？这什么奇怪的预判？我只能说。看到对手什么绿光一甩，然后他抓出来了，好吓人啊！看到他指定输入，就感觉这人像开了挂一样。这边想要抓的，然后失误了，啊、人飘上去了。这一看就是按轻的指定头出错了。我也会这样啊，跳起来按了个轻拳，不要想，他一定是按错。这里中脚取消跑脸，哎，不敢来了。中拳打一个收招，来一个走落，走落以后落地被抢，开始了考试啊！这里斗气不多，但还是跳进去了。取消失误了，哎呀，这个往前走这个东西我也会啊，说真的，就感虽然失误了，但是你还有一次机会等对手的失误，这就是老桑那个旋风掌，你需要提防的地方。一般有经验一点的选手的话，都会选择蹲着的招去打雀反啊，你千万别想着站着，你要再往前多拉一步你就中了。好，下一位本田折磨王，折磨王这个角色打老桑，老桑可以用旋风掌对头，哇、哦，绿冲直接被前跳反打，这波进去你还能动吗？先一个重的指令头，完了以后绿冲轻脚取消再来，哎，点两下以后再抓，不敢动，要再冲吗？没有，选择一个前跳防住对手的一个 OD 的头锤啊，非常快的一个 perfect 勇猛、啊、选择用头锤跟你对赌，没有赌中，对吧？老桑这一下跳过来基本不会按键，因为距离太远了，没必要对空。好，这个屁股座被打下来了，又一个冲过去以后，看到对手的一个架招，再出指令头，学会了，以后我也可以。哦、又是旋风大作截停绿冲，哇，真的优秀！哦呦，疯狂架招完了以后，却反抗的指令头死掉了，这个本田太惨了。来，有请下一位刮痧姐。铁头桑这个打起来是真的太快了，重拳架到对手的招，然后重拳拍中，这一下距离不够的，多拍一下属于是给对手机会了。这里啊，群拳出空，旋风坐直的一屁股坐下去，就是主打一个打得快，对吧？真正上分的密码让他找到了。这里恶虎扑食换边，我的旋风掌前中脚那边没有卡到，然后轻脚点住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直接过去强硬的，嗯，预判对手跳啊，对手也没跳，落地以后轻攻击硬戳就行了。那老桑打加米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决还是老桑有利的，很多招上面克制的比较死，
而且加米真的要突破老桑的那个力回就本身会比较难，再加上铁头桑这种不太讲道理还要跟你硬拼，你怎么办？防住青龙之直接爆啊，爆中了，爆完以后冲过去，哎，想跳啊，跳不了，这里防住对手，这里的一个直跳防圣龙，哎呦太惨了。来看下一位，这个 loser 很龟的一个角色，能不能直接冲进去？这个对于老桑来说是我不太愿意打的，真的很难跳进去。他说来就来，跳中鸟跳进去了，然后前中鸟追对手的一个后起身追中了，再一个前中鸟过去，下中鸟一踢打对手的一个发波收招，这一下路子这边要烧气了，做一个推板过去还要压重拳点完，轻攻击一结束，对吧？现在所有的轻攻击你要点完以后都是负针不利的，你要么第一时间后后拉开，要么跳啊，你千万别原地不动。哇，确认对手的一个直跳以后 OD 的旋风脑直接抬走啊！现在这个对局节奏怎么就这么快啊？你想想以前老版本的老藏搁那要猜个老半天呢，你好不容易拿个机会，万一对手一跳跑了，现在没关系，有的是招可以往你脸上冲，不慌。下中要防住，哎，想打雀反，对手对雀反也失误了，再来到一个墙角位了，中拳拍中打到靠，马上再确认跟上，躲三角跑，头锤接上，然后选择给上 SA2， 完了以后中脚拳跑，连段非常的优秀。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，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个选手了啊！这个打起来是真的快。好，又到了一个老骨裂啊上来的发波折磨时间。下中鸟踢掉你的重拳架招，轻脚这里复合 OD 的旋风掌来了，到了墙角啊哈，轻攻击直接跑抓，抓完以后再冲，前中鸟防你跳，然后再冲，别再冲了，没斗气了。这边一直没打穿对手的防守，对手防守还是不错的，嗯啊哈，后走一步直接指令头抓，抓完以后再一个前跳，跳波成功，游戏结束，全对了啊！不愧是铁头桑，在我这里杀鸡效率最高的男人就只有他了。超级快，好，到了第二段，上来先一个架招，下中脚踢中前中脚过去，但这一下没蹭到，没蹭到的话就选择防守，一般对手都会抢轻攻击的。哎，跳入成功了，中拳直接打了一手雀反，哎呀，裸抓还中，跑，跑完以后往后一拉，看一下有没有跳，哇，往后拉以后不光看跳，还看对手发波，你只要敢发一手 SA2 穿波，穿完以后哎呀。舒服，哎，怎么还是你？还是这个骨裂 Dragon 龙哥，龙哥，我靠！中拳这里一打空，就马上吃一个插盒的指令盒，太吓人了！跳中脚，他搞得像 AI 呀，真的，他打得太像 AI 了。轻脚复合，直接冲，冲完以后这边血量已经见底了，这太快了！跳入又成功了，死了朋友！这边后跳中脚，哦哟，他怎么抓怎么有呢？对吧？因为这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些视频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啊！要是没抓到，他能被选中吗？显然不存在。上来前中鸟，哎，却反不到。这其实位置上面已经很近了，用重拳是还得到的。再一个前跳，哇，没抓到，我还以为他要看对手直跳。欧弟旋风挡，再来轻鸟跑过去投掷。这边手上已经没斗气了，这种情况下打这个骨裂就超级难打。Shooting， 晃两下，没有什么招。Come on， 他要干嘛？扫，扫，对，扫，要被推了。中拳，这个前跳过来，下段直接起手，哎呀，还是在往前转，对手还是却反不来。好家伙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却反不来导致自己要暴毙的。加招加招加招，哎，往前走，对不起，又是结束了啊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也就到这边了啊。还是那句老话，看厉害的老桑打这个游戏啊，真的超级解压。好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